是。谢谢您，大成哥，谢谢。2015年，一部《琅琊榜》让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演员。胡歌在吗？上海母子，靳东呢？哎呀，靳东啊，你比那个《闯关东》的时候胖了。刘涛，看见刘涛在这儿。因为今天你们来了，所以我来了。烟花风云几桩，乱世情几作为歌手在舞台上演唱，很荣幸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观众的掌声，但是作为演员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这一刻，所以今天我提议我们伸出手为自己鼓掌。音响师，这首歌能不能不要放音乐了？我想清唱给大家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
自己要忍耐。一起来，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叫唤